主料，例如500克，粉条150克，辅料，啤酒1/2瓶，葱1/2根，姜一片，大料2个，酱油，老陈醋，白糖，盐3勺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把鱼洗净，改刀，水控净，粉条，啤酒，葱姜大料，上锅后，放着鱼，简单煎一下，放盐、葱姜、大料等，放粉条，放些啤酒、酱油、老陈醋，放少许白糖，大火炖一会儿，改小火炖10分钟左右，避火出锅，剩盆一定要用稍大一点的盆来剩，这样吃起来才够气氛。烹饪技巧，不要搅拌的太勤，鱼肉会碎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